台南、高雄向来被视为民进党铁票仓，但在九合一大选过后，高雄绿地变蓝天，而台南部分，黄伟哲仍然以过半的票率抢下台南市长，但与高思博票数差距不如外界预期。国民党台南市议员李振国指出，过去在市场骂民进党，有人会马上跳出来争辩，现在骂民进党，会有人拍手，气氛已经不一样。受民进党执政不佳影响，去年九合一大选台南黄伟哲赢得惊险，虽顺利保住民进党台南执政权，但的票数367,518票，与高思博的312,874票差距不大。黄伟哲在竞选总部宣布当选，也临时取消放鞭炮庆祝，虽胜出但认为努力不够，会持续谦卑学习。据中评社报道，李振国指出，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，若以前在市场骂民进党，有人会马上跳出来争辩，现在骂民进党，会有人拍手。他说气氛已经不一样，对国民党是振奋发展的契机。从这角度来看，国民党的大选初选机制，关键还是在争取人民的信任。2020总统大选，国民党初选机制未定。李振国认为，任何的初选制度都有优劣，许多人主张全民调决胜负，但台湾的民调采样太少，公信力不足，敌对阵营很容易借由民调故意支持弱势候选人出现。他认为，国民党要推人选，应该比照票选党主席，以全体党员投票来共同决定。但党员投票过去也有一些陋习，以及人头党员的问题等。李振国表示，很难有完善的初选制度，但重要的是国民党的作为与表现能否给人民信心才是关键。他对基层长期以来的观察，九合一选后的国民党招募党员并没起色，反映人民对国民党的信心还是不够。中时电子报，文章来源中评社。